Martin， 系咪应该揽下 Super Daddy 啊？Martin， 你知唔知道你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未必见到爹哋噶？点解揽得咁求其嘅？见咪唔见咯，衰人。Martin， 点解对 Auntie Venus 咁冇礼貌啊？有冇礼貌都唔关你事。边个教你咁样讲嘢噶 ，Martin？ 你都唔要我。爹哋冇唔要你啊？点解你话爹哋唔要你啊？你有啊？你以前唔要妈咪，而家唔要我，衰人，我唔要你啊！马田，你咪好想 Super Daddy Man 陪你过去？你咪好想 Super Daddy Man 喺你身边照顾你啊？好啦，我决定我陪你过去，好冇？真系噶？系啊，我惊你妈咪睇唔住你啊嘛。你唔好嗌我喎。我唔会噶，不过我要做埋香港嗰啲嘢，我先至过得去。咁要等几耐啊？一两个月啦。唔得，就系一个月。一个月啦。一个月。阿生叔伯伯。愿你去到新天地，在那边休息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